这就是我的剑，你回来了。从今以后，风华绝代便归你所有。这口剑能陪你挑战天下剑客，甚至是河西之兵灭公，但不能保证灭灯。不能保证灭公灭灯。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风华绝代。那是你为何的名字，不是自己的名字。嗯，伊的名字九尾红华。小心来咯。您答应过我，一过一剑。来，青椒。